那么这个佛性啊，本身也是无生无灭，它也就是是中观，也就是唯识。所以有瑜伽一样可以证明到中观跟唯识，然后这三个加起来，你到了智慧的最高点，波叶。你明白了整个宇宙之间跟人间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所有一切的智慧，这个就是总相智。你总相智能够证明呢，而且能够分别的，甚至于你把一切的污染全部通通都消除了，这个就是究竟的佛性。其实这些都是相通的，禅禅宗也就是在讲总相智，也就是在讲波音。那么净土是一个方便，你要明白总相智波叶，你必须要先到净土。什么是净土？身口意清净就是净土啊。六祖也讲了，你只要清净了，一切身口意清净，你就是净土了。那么净土是一个方便，然后再证明波叶。所以我认为佛法是互相关联啊，全部都互相有关联，根本不需要哪一个宗派去攻击哪一个宗派的，没有。但是你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啊，你眼睛一看就知道，眼睛一看就知道这个修行它的境界怎么样怎么样，都可以看得出来，你都可以清楚明白。这就是说你证明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你看所有的众生在修行，你可以清楚明白。只有这样子明心见性的人，他才有资格去批评别人。除了这个以外，谁都不可以批评谁。我今天是用很简单的方法跟你们讲修行的行门跟这个总相智别相智一切总智是怎么一回事。我是用最简单的啊，你如果要了解这个，你去看古人的那些论文那些论作，你会看得头非常的大，而且看不出他们到底在写什么。那师尊讲的什么叫总相智，什么叫做别相智，什么叫做一切总智，很简单，是这样跟你们用白话一讲，你们就有印象。今天已经讲到很重要的这些点，那么等一下这个综合研究会要做什么观点？
他讲是用上士相应法，上士相应法的关系。上相应法，所谓相应就是上士瑜伽法，上士瑜伽法。那么要相应，跟上士本身相应，要记得身口意都要跟自己的上司一样。那不只是外面的形象一样，内在的形象一样，还有原来的佛性也一样。那么所谓瑜伽，瑜伽的本身啊，所谓瑜伽相应，这个是二者一，二者完全合一。为什么能够合一？清净就能合一，清净自己，那么引起根本的智慧进入到你的心中，你融化在根本的智慧里面，融化在根本的智慧里面，以根本的智慧跟你自己的智慧完全合一的时候，这个就叫做相应。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再见。人生是地方，吼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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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是地方，吽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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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是地方，嗡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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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是地方，嗡。